好准时啊，我就喜欢准时的人。就喝这个吗？点点别的吧，我请。开门见山吧，找我们什么事儿？他一直都是这种性格吗？开门。行，开门见山，我也喜欢开门见山。这种性格我喜欢。我们董事长的事情，您准备怎么报道？你是来打探消息的吗？算是。好，那我告诉你，按照规定，我们会如实报道，所见所闻。但最终的结果还要由我们领导说了算。你要想知道结果的话，可以直接去问他。我一个好主意，我写了一篇稿子，你可以看一下。是关于我们公司新推出来的一个活动，省了你们的力，也刚好吻合你们想要的东西。你们是独家，就给你们，给，看一眼。解释一下，是我们公司最新推出来的一个活动。难道奖金比300万还多？觉得为了挽回公司的声誉，有这样的一个活动是很必要的。你觉得？乔天宇，乔先生，在。如果你要想要做广告的话，可以直接去找我们报社的广告。谢谢。那我们走。哎，沈小姐。哦，李某 ，OK， 我只是想再解释一下，我觉得刚刚我说的话你误会了。你们去找我们董事长做这个专访，他想跟你们说的其实也是这件事情，只不过他现在失忆了，出了这样一个事情，但这件事儿还是要继续做的，我只不过在做这个没有完成的事情而已。对不起，这样的广告新闻我不会写。你先看看好不好？我真的觉得你这个人挺有意思的。是吗？你们洪州集团接二连三的出现了这么多事儿，你居然可以不管不问。一定要我发这篇报道是吗？这是一篇什么？你们要推出的新活动，是为了要遮盖事实的真相吗？遮盖什么事实真相？遮盖什么事实真相？不让你报道董事长的消息，只是怕这个消息传出去以后，对我们公司是一个雪上加霜，你懂吗？等过了这段时间，让我们缓过来，你愿意说什么说什么，只要是事实无所谓。你所有的行为只能证明一点，就是你们怕。怕什么？怕被人发现是有人蓄意加害。有人蓄意加害，我太喜欢这个猜测了，真的。福尔摩斯，夏洛特，你有证据吗？没错。有吗？现在只是我的个人猜想。哦，猜想。但是没有证据只是暂时，只要给我时间，我一定会找到证据。我特别喜欢这种性格。这样，你在有这个证据之前。你只要不胡乱写故事，不编故事，不写那些所谓博人眼球的假消息，我就配合你来找这个证据，怎么样？乔先生啊，我是个记者，我只会按照事实的真相去报道新闻。太好了。你刚才说什么？说什么？博人眼球，编故事。对不起，这些不在我的职业范畴之内。还有一点，我不会接受一个嫌疑对象的帮助。嫌疑对象？是。你怀疑我？对，你们洪州集团每一个人都有嫌疑。我从现在开始，24小时 ，24 hours 向你 open。你随时可以来搜我、查我，但是这篇稿子麻烦。我已经说了，我只是一个记者，我没有这么大的权利。哪篇报道可以做，哪篇报道不可以做，不由我说的算。这些你可以直接找我领导，适配。哎，涛，你们去做吧。哎，哎，等一下啊。平时的性格就是这样吗？宛如电火一样，噼里啪啦的。电着你了，别介意啊。我告诉你，我是半导体，你可以告诉他，不怕的。好，我一定转达。哎，这也转达。坚强，我们都需要你，真的。天，我可能坚持不了。我相信你可以做到。对，还有姐，你听我说。我爸有一个想法，想让你把周姨接到我们家去住。
二叔说的。对。可是我现在这样。首先啊，不管你同不同意，我知道你有你的想法，你一定要先回来，大家一起商量一下，到底是应该怎么去照顾周宇，行吗？啊，我先在外面。好吧。嗯，拜拜，拜拜。没事吧？来，起来。没事。拎这么多东西。啊，我帮我妈妈上菜。上菜？我帮你吧，来。那谢谢。啊，不客气。一个人买六袋东西。我们家开了一个烧烤店。在前面吗？对，就在前面。晚上吃烧烤，下午喝咖啡，还能喝咖啡啊？太好了，特别想喝一杯。走。你猜。哎，汽车姐姐，汽车姐姐是不是有我哥哥的消息了？真聪明，你哥已经没事了，下星期就可以回家。哎呦，哎，太感谢你了，阿姨好。今天我上点新料，我给你烤串吃，尝尝我的手艺，好不好？就是，上次你帮了我们，我们还没好好谢谢你呢。哎，没什么，真的没什么。快快快来，金莲姐姐你坐，跟我来吧。我们家的烧火可好吃了，你尝尝。对，今天呢，我上了新品，一定要尝尝。来，坐坐坐，哎，马上就得啊，谢谢啊。千里来相会，不是吗？我教你啊，这叫冤家路窄。汽车姐姐，你跟这个哥哥认识啊？不认识。很熟。我救过你。还跟我提什么？这个哥哥跟你一样是大好人，刚才帮我拎了好多东西回来呢。他，好人呐、啊！我告诉你啊，这个先生啊，和你一样，心眼特别好，是个好人。来，你先喝一杯饮料。来，谢谢阿姨啊，不客气。汽车姐姐，你先喝。啊，小芳，你以后叫我小安就行。安姐姐，哎，我看你总是跟妈妈一块出摊，你现在不用上学吗？妈，不是放暑假了吗？来帮我忙的。我告诉你啊，特别好吃，就是我上的新品，趁热吃，好吃啊。江先生，你也吃，再接着烤去。好嘞，谢谢阿姨。啊，愿意来帮忙，我先去帮忙了。哎，好嘞，您先吃。哇，沈大姐姐的笑容是限量款，恕我美赞。流量用完了，懂吗？阿四，我是不是什么地方得罪你？还是我什么地方做错了？为什么我从你的身上能感觉到一股非常深的恶意？你没有得罪我，我就看你不顺眼。一般长得不如我的人，看我都不顺眼。开玩笑。光皮儿好看有用吗？徒有其表。我非常同意你的说法，但是这事跟我没什么关系。长得也不好看啊，有没有关系？今天这件事你是我做的。好吧，我正式做一个自我介绍。乔天宇，鸿州集团企划部总监，很高兴认识你。父亲是鸿州集团最大的股东乔西山，多年一直在外留学，刚刚获得了剑桥经济学的博士学位，最近才被父亲叫回来管理家庭。这么低调你都知道，厉害啊。纠正一下，低调和无所事事是两个概念。而且再声明一下，我并不是追捧你的狗仔，我只是做了记者必要的功课。就是对你怀疑的对象的背景进行了一番调查，是吗？你总算说对了一句话。这
是为了让你继续能调查那场的。我要不要给你留个电话，给你张我的名片好吗？名片我已经有了，帮你女朋友追包的时候，你已经给了我的名片。追包？你？不然呢？怎么了？有个小偷过来把我的包给抢走了。我妹妹也去帮你追小偷了。那天下午是你追的吧？你怎么不早说呢？哎，你来还包的时候我在公司啊，我下楼的时候你走了。你女朋友的包很贵，下回记得看得牢一点。那不是我的女朋友，是我的妹妹。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干嘛要跟我解释？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就想跟你解释一下。但是我不想听。这种缘分难得啊，来，哈哈，我喜欢，其实我也喜欢。是这样，今天呢，你赖我，有点着急，为了想把公司这个事情赶紧处理好，打消外面对我们的一些疑虑，所以才想借着这次专访做一个文章，没想到董事长同时间又出事，所以这是一个很尴尬的状态。我们报社这个月的头条几乎被你们洪哲全包了。OK， 我明白你在说什么，明白就好。记住了，千万不要被我抓住嫌疑。是记者还是警察？哪个？我警校毕业的，大学里面选修的犯罪心理学。啊，这是记者必修课是吧？是我的隐私，跟你没有关系。好吧，那我跟你分享一个我的隐私啊。我大学的时候也选修的警察，而且我考上了。但是因为我爸爸一句话，他认为这个太危险了，所以就打消了我的这个念头。走上了另外一条路。谢谢你爸爸。啊？其实我妈也说过同样的话，所以我才做了记者。对，妈妈的话应该听。我要有妈妈的话，我也会听。什么意思啊？你妈妈不在啊？我没有妈妈。对不起啊，没事。其实今天下午的事情我不是针对你，我只是不愿意拿别人写好的稿子给我。没关系，就算针对我也无所谓。我刚刚已经说了嘛，当你了解了我，跟我更进一步接触以后，你会发现其实我并不是一个坏人。但愿如此。很高兴认识，敢不敢跟我碰一下？哎，小芳，给俺姐姐送去。啊，别送了，没事，真别送，热的好吃。吃吧，这不都是你吃的吗？好漂亮啊！我们公司搞的一个比赛，这是一个宣传册，送你吧。可以吗？有什么不可以的？乔总这种东西可多了，是吧，乔总？那谢谢啊。好，我帮你讲解一下。这是我们公司近期搞的一个非常大的比赛活动，它叫 cosplay show。
奖金很高，如果你喜欢的话，可以来参加。真的吗？必须。哎，我学的就是服装设计。那你等什么呢？你明天就来报名吧。好。这是红洲集团的活动。对，公司红洲。那我可能去不了了。为什么？怎么了？我看一下。怎么了，小王？行了，奖金够高的呀，300万。你们红洲集团这次周年庆的转运活动很成功啊。不止如此啊，如果你能过了复赛的话，还可以做我们网游的顾问呢。那最终大奖是什么？最终大奖就是除了拿走奖金以外，还可以做我们九州游的形象代言。那么好。好什么呀，傻姑娘，像这样的比赛只是为了转移大众的注意力而已。至于这个比赛最终的获胜者，早就在策划的时候就已经预定好了。我从来不搞黑幕，也非常痛恨黑幕。从初赛到决赛，每一个环节都是由大众评委来评审的，绝对公正、透明。美女，拿包纸。哎，来了，我去把了。下一站走。阿姨，我马上回来啊。哎。我陪你。哎，我也走走。晚上。肚子饿了，一会儿咱先找个地儿吃点东西，填饱肚子好啊。你还是不是胖了、啊？能明白吗？我告诉你，今天这个仇我要是不报，你们丫的就永远别吃饭。好，好，老大，哎，到了，对面去。你真的认为你们弄了这么多五花八门的活动，就可以掩盖公司的问题？我们没有想掩盖任何问题。也不想演，没什么可演的。搞这个活动只是为了提升公司形象，展现公司的实力。我觉得仅此。你知道这个活动做了以后，会像雨过天晴的彩虹一样，吸引住很多人的眼球，尤其特别能吸引那些年轻人，会让年轻人对这件事情很感兴趣。这不是好事吗？我们是做游戏的呀，对不对？你是不是把大家都当傻子了？为什么这么说？办两三个这样的活动就可以解决你们公司的问题？九州遨游客服端的问题到底什么时候可以解决？你们这是要干什么呀？你们想干什么？问得真好。打破我家东西，你赔。那你哥打破我的头，是不是应该先赔？明明就是你自己扑上去才摔倒的，我哥现在已经被拘留了，你还想怎么样？小芳。别说了，先生，是我俩孩子不好，我没教育好，你就原谅他们吧，我给你赔50。要不这样，你们消消气儿，我给你们做点好吃的，好不好？好、啊。妈。快些，快些。好，麻利点。好的。先生，你稍后啊。我知道我们公司现在存在了很多问题，然后我也知道这些问题一定要去解决。但是在解决这个问题的过程和时间当中，难道我们公司什么都不做了吗？就放着在那闲置在那儿了？好，给你一次机会，告诉我红洲集团的问题到底在哪？我现在不知道该怎么回答这个问题。就知道你会那么说。这烤鹅的，你们尝，我们家的烤串啊，特别有名，很香的。这他妈的是人吃的吗？啊，就是，连狗都不吃。别乱说，我看狗吃的都比这个好。哟，你们存心找茬是不是？我告诉你啊，我不但今天来，我明天还会来。吃到别我玩腻了为止。你在干嘛？打架吗？站，看不出来。看不出来吗？就问你们在趴，赶紧拍吧，我去制止他们。等一下，吓一跳的少爷，不怕把你的衣服弄脏吗？啊，
打坏了没人负责任。在这等着。在这待着。别这样啊！哎呦，我天哪！干什么？干什么？不用不用！什么？你看什么？你找茬来了？我手机里已经拍下了你刚才的动作。如果你们现在不赔钱走人，明天我就会登到网上，到时候你们就是过街的老鼠，人人喊打。我早就应该看出来你们是一伙的。说说吧，你今天是想死？这位小姐手上的手机给我拿过来。好嘞。我赔钱还不行吗？赔钱就行了。赔钱可以了。这大哥不说赔钱就可以了吗？我说了不算。不算你添什么乱呢？我也不知道。女侠，我们都是江湖中人啊，低头不见抬头见的。我得饶人处且饶人，我有钱都给你。钱都赔给你们了，你们还要怎么样？说对不起了吗？说对不起啊！对不起。大声点！对不起。等着啊！姐姐，你真是太帅了，简直就是女侠！你收我为徒吧，我跟你学武功。你呀，你。下回真的不能这样了，要他们刚才动手你怎么办？怎么样？就是刚刚你砰的一下，然后震到了我的内心，还有你们刚刚那个唰的一下，这个是什么？降龙摆尾是吧？你会功夫啊？少跟我拼！教我。OK， 拜你为师啊！不得不说，这功夫实在是厉害，比我的保镖都厉害。你还是保镖啊？有钱就是不一样啊！你觉得任性？不敢。好，那告诉你就更任性。我的保镖不会打架。你笑了。行了，你慢慢任性吧，我到前面去打车。等一下。怎么了？我有个问题。说。你对我。什么？你对我们公司有什么想知道的吗？我可以告诉你。我只想知道，一个网络游戏什么时候开始，什么时候结束，应该由谁来决定？你们公司现在出现了问题，那这些几百万的游戏用户，他们的损失应该由谁来负责？还有就是你们公司还值得信任？这是我想知道的。好问题，我可以向你保证，龙舟是一个非常有责任感的公司。每个公司都会说自己有责任感，这要看他们为了什么来负责。OK。客户。员工。社会还是钱？
我不知道你们公司是为了什么，我也不会妄下结论，但我是为了他。我看好你。走了。OK。哎，没准我们可以合作呢，对吧？你可以做我搭档啊。拜。好的，拜拜。哎，我会联系你的。趁着阳光，你来看看你好几张照片啊，感觉自己身边有个人。错。嗯，不是你。你跟他说，你太气谁了？我谁也不太气。你怎么会在这儿？我来保护你啊！保护我？我不需要你保护我。你需要的。我不需要。哎呀，你看那个木头根本不敬业嘛！要不你把他开除了，亲我吧。我不。我为什么跟你在一起等到你？我那天在你办公室一天夜都没有回家，我连黑眼圈都熬出来了。啊，你提醒我了，苏三，我本来正要给你打个电话，郑重其事的跟你道个歉，或者让你来一趟公司，我要跟你说一声对不起，是我不好，我不应该让你来公司，然后让你在这当了我一天一夜，让所有人都骂了我，这个事情不会再发生了，好吗？原谅我了。啊，好的，好的。我是不是意味着你这几天选我了？选你什么？和我当女朋友？你别闹了，求求你别闹了，好吗？那你是不是要选他？选他什么？选那个男人婆。他怎么能是男人婆呢？不是女汉子。你男人婆和女汉子有差吗？没有啊。哎呀，我不管了，你看你哥哥。你自己都不知道，你看他的眼神有多深情，多温柔，你都没有那么看过我。那我怎么样啊，苏三？我不会了，我应该怎么样对你？我不要你怎么样啊，其实我要的特别少，特别简单，真的。我只要你从现在开始只宠我一个人，不要骗我，答应我的每一件事一定要做到，然后说的每句话都是发自真心的，不要欺负我、骂我，要相信我。如果有人欺负我，你就要第一时间跳出来保护我。万一我不开心呢，你就哄我开心；如果我开心呢，你就陪着我一块开心。总之，我在你的心目中就是世界上最美的那一个。做梦也只能梦见我，不能梦到别人。我要做你心里中的那个唯一。光下蓝色的梦想，天边闪烁光芒。这段词背的好溜，你适合当演员。终于发现，最适合你的工作就是演员。没准你有一天做了演员，你可以拿影后的。拿不拿影后其实不是那么重要的，我只想做女朋友。做不做我女朋友也没有那么重要，我正要回趟家，我姐在等着我开会呢。你不要跟我，你就算了，好好想想我刚给你提出来的一个建议，做一做。你心里在默念，其实你是那个 OK， 想你，好吗？大，太阳，演员，影后。让青春充满无聊，不好我真的你每次都这样。什么？公安找你了？别在电话里说，赶紧过来一趟。好，我马上过去。就问我和宋总监是什么关系？我说他是我的老师，他的死我万分悲痛。回答得很好，对自己的恩师啊，就应该以恩报德。他的葬礼一定要厚葬，否则对不住他。谢谢小董。丁军啊，公司现在的骨干都没了，你一定要努力哦。我看好你。安宇啊，还经常推荐你呢。哦，是吗？爸，回来了。你好，阿姨。哟，哎，乔总监，丁俊。哟，看来咱俩的朋友模式没了。我不记得我有一个名字叫乔总监。我明白了，要升职了是吧？所以我的指令不好使了。没有呀。现在谈不上升职不升职，但是在这个关键时候，丁俊应该算是临危受命。恭喜恭喜！谢谢，乔董，
天日，你们先聊，我先走了。拜拜。拜。沙姐一会儿就过来。好，那让书房等我吧。沙姐。二叔。坐。爸，你们聊，一会儿叫我。阿姨，你也坐。好。李莎，知道叔今天为什么把你叫回来吗？知道今天什么日子吗？我爸的忌日。我天天对着他的遗像祈祷，我希望他在天之灵保佑我们乔家大大小小、老老少少都能平安，保佑我们乔氏集团能够发扬光大。谢谢二叔。丽莎，你妈妈的事儿，叔也很难过。可是，洪州现在面临这么大的困难，怎么办？不能弱下去，得挺过去。虽然你跟天宇都很年轻，可是这个时候，乔氏集团必须由你们来承担呐。二叔，我实在……不不不不，听我说，听我说，没有机会了，也没有退路了，必须打起精神来。你二叔力挺你们。谢谢二叔。天宇，丽莎。特殊的日子，你们要保证。保证？什么保证？保证接替我们洪州集团，保证你们两个携起手来，精诚团结，把我们乔氏集团发扬光大，繁荣昌盛。我不行，爸，我真的不行，我不是做领导这块料。沙姐可以啊，你跟董事长那么长时间了，言传身教的，而且她能驾驭一家公司，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，就她来吧。废物，你个废物！你学学你姐。二叔，这件事情还是要经过董事会的讨论的。那是那是，丽莎，回头把周董事长请到家里来住，啊，家里佣人多，照顾起来方便。不用了，我已经把董事长接到家里去了。不行，必须接回来。二叔。放心吧，我已经安排好了。好吧。检查好了，注意休息。好，谢谢。妈，我该怎么办？二叔让我挑起大梁接您的班，我能行吗？你是谁？乔总，您先喝杯水休息休息。有事吗？好多记者在询问选秀项目的事。我哪还顾得上这些呀？以后这些事情去找天宇吧。李怡思，王总打电话问，宋总监的葬礼何时办理？尽快择日办理啊！不是早就安排丁俊负责这件事吗？为什么让他负责呢？宋总监也没什么亲人，丁俊是他的得意门生，当然由他来负责了。好吧。还有什么事？你真的相信董事长的病是因为过度疲劳而造成的吗？你是怎么看？那天下午我去给他送文件，他告诉我他一夜都没有睡好。我当时看他确实有点疲劳，但是精神状态还是蛮好的。后来他还让我带他去花园散步，怎么可能一下子就痴呆了呢？我也不知道，我现在脑子太乱了。哦，对了，名门医院的那个房间，先让他们封起来。这个事儿我去办，
董事长的事儿你也不要太难过了，你要坚强起来。挑起洪州的大梁，我们都会支持你的。谢谢，我会努力的。董事长就麻烦你了，照顾董事长是我分内的职责，我一有时间就会来陪他。乔总，签的是什么合同？难道真的要卖掉九州遨游？谁给的？喝呗。那我不客气了。喂，你好，《上海日报》。哪里？好，马上就到。走头，去现场。什么事啊？这么一大早？拆迁纠纷。哎，等等我。是的，这点事情都处理不好，还需要我向你们说吗？快去！每天看几遍，我会觉得老师还在我身边。我接受不了老师就这么走了，人死不能复生，别想那么多啊！节哀顺变。姐姐，小兵。不错，好样的。你是因为我什么都没查出来，所以在挖苦，对吧？相反，有的时候什么都没查出来可能是一件好事儿。比如说，我现在就知道丁俊暂时不会有什么公害，你懂吗？我看着他声泪俱下的对我倾诉他对宋总监的不舍的时候啊，我真的挺难过。我觉得他应该是一个知恩图报、念旧情。小兵，你呢是一个兵马俑，你的心呢是陶瓷做的，陶瓷做的那就易碎，不要动不动就动感情，关心这个，关心那个，关心不该关心的人。正因为我是陶瓷做的，所以我有一颗易碎的心啊。那如果被人骗碎了怎么办？回答不上来了吧？继续盯着他。知道了。厂中村改造的现场，发生摩擦了？可不是。查查看吧。真希望这样的事永远别再发生。哎，我在路上已经把照片传回来了，你们没看吗？来来来，过来看。哎，怎么没有那个带头喊话的？我真想把他照片登在网上，大家都看看。
你是谁？你不认识我了吗？我是齐山啊。你是谁？